嗨，大家好，很感谢就是大家来看我跟幸存的影片，然后在后面也有就是我跟幸存有准备给一位球迷抽幸存的球衣，然后他有特别的就是背号，然后也有我跟幸存的签名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抽奖，看是哪一位可以得到就是这件的球衣。志杰本来是冷酷学长的形象，是没错啊。今天太活泼可爱了吧？幸存也有别比赛认真的样貌，展现可爱好胜的一面。很开心这位球迷抽到就是球衣，然后球队会跟你联络。